多供我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当时就也没什么意义，就把这个肺交了。半夜里头就冻醒了呀，它不供暖的嘛，和供暖的是不一样的。就前后这个绳索，我们这个圈里大概有20多次。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章，发现是哪家的？发现两个印章，大小不一致。 供暖是一件关乎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大事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件给老百姓送温暖的暖心事儿，却经常变成对簿公堂的寒心事儿，而引发矛盾纠纷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起发生在江苏徐州的由供暖纠纷引起的系列案件。今天。 我们在这里召开城市花园城370户业主供暖纠纷新闻发布会。在此，我代表开发区法人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欢迎和感谢。今天是徐州市供暖机构第一个主人，也是我院370户业主关于供暖纠纷案件得以圆满解决的特殊日子。 2017年12月4号，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内坐满了来自不同物业公司的代表和城治国际花园城一期的业主代表。在发布会现场，城治国际花园城业主李一凡代表涉案业主领取了总计150,000元的赔偿款。谢谢，周宝玲。 随后，这笔赔偿款被逐一发放到各位业主的手中。对于能领到这样一笔款项，业主们都非常意外和高兴。城治国际花园城一期从2014年开始有业主入住，并且开始集中供暖。往年供暖都是到次年3月1号截止，不过2016年11月和小区业主们签订供暖合同的负责人却表示。 供暖可以延长到次年3月10号，这一举动得到了入住业主们的赞成。对于业主来讲，能多供我三天5天、10天8天，这个呢，大家还是喜欢的，因为3月天还是比较冷的。和当时就也没什么意义，就把这个费交了。但是合同签订后，供暖公司却推迟了5天才开始供暖，在2017年3月1号凌晨就停止了供暖。 比合同约定的供暖期少了15天，半夜里头就冻醒了呀，那就天就冷了，它不供暖的嘛和供暖那是不一样的，总共15天，这还不包括中间停气断气，有2到3天，应该差不多有20天的时间，但我们有证据的就是收天，其他就我们没取证。供暖公司缺乏诚信的做法让业主们十分气愤，因此。 供暖季结束后，业主们就着手准备维权事宜。当时呢，就去找这个供暖的这个第三方，第三方的领导呢，是他们那个经理啊，就不出面了，找不到他们的工作人员了。渐渐的呢，发现那个办公室里头，什么办公用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业主们原本以为他们要求返还的不过是几百元供暖费，对方没有供暖，理应退钱。 可是事情之后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前前后后，我们到信访办、管委会、供暖办、居委会，就前后这个申诉，我们这个圈里大概有20多次。我们也就觉得吧，就是说让信访办的领导过来说一说，替我们去找找那个第三方供暖的人，让他把钱退给我们嘛。我们想的很简单，没想到事情后来是这么复杂。 纠纷发生以后，业主第一时间找到了物业，要求帮助协调，但是物业无法解决。他们又找到了相关部门，但是由于矛盾比较大，相关部门也无法妥善的解决。业主们在了解到法院建立了社会矛盾多元化纠纷化解后，最后选择了诉讼。法院介入后，这个案件有了怎样的进展呢？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 2017年5月7号，城治国际花园城小区的600多户业主，
集体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诉讼材料，请求法院判决供暖合同中显示的供暖公司返还业主未供暖的15天供暖费，共计210725.49元。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法院都没能立案。困惑就在要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必须得交这个诉讼费。你叫业主交钱又不可能，你说每户去收，又不可能。它涉及到了这个600多户，所以说一次性要缴纳是3万块钱。大家觉得可能这个我这供暖费并没有返还给我，我现在就要先交这50块钱，就心里并不是非常乐意。了解清楚原因后，2017年10月，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通过研究，决定立即进入诉前调解程序。这样不仅可以打消业主们还没有要到赔偿款就先缴纳诉讼费的顾虑，还可以加快解决这起系列纠纷案件。虽然表弟小，有的也就是几百块，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呢，要处理这个群众纠纷5小时，要像其他重视其他的案件一样，重视涉及群众、涉及民生的一些案件。我们呢也举全员之力，调动了这个短缓机制。前期我们立案庭也定了一个基调，相当于是就是还是觉得调解结案会比较好，因为涉及的人数毕竟比较多嘛，然后你判决的话会影响比较大，而且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2017年10月24号，案件被移交至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室，人民调解员于金伦随即查阅相关资料，并且约定几名业主代表一起到供暖合同中显示的供暖公司。我抓紧了去联系一下被告，尤其是被告法人，这个得到他们信息以后，第一时间到他们公司和法人他们的董事长宗经理见了面，进行了沟通。在沟通中，该公司负责人面对突然来访的调解员和业主，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签订该合同的事情，业主也从来没有找到他们公司来反映这件事。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昨天这个法院这个通知我们来参加这个，有说业主因为供暖问题起诉到我们，我们才到法院才来解决这个问题。供了3天5天10天8天，当时就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把这个费交了。半夜里头就冻醒了呀，那就天就冷了，它不供暖的嘛和供暖的是不一样的。就前后这个申诉，我们这个权利大概有20多次。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账，发现是哪假的，发现两个印章大小不一致。法官通过调查了解到，业主成立的维权小组成员80%是退休的工人，他们年龄偏大，行动还不便，法律知识欠缺。在开始维权的时候，他们只是到了设在小区内的供暖临时办公室，找那里的负责人来解决问题。后来呢，临时办公室也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现象，所以啊，业主维权了大半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被告。同时，法官在审查时还发现，供暖合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合同里会有什么问题呢？业主的维权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呢？看过合同的复印件后，供暖公司负责人表示，自己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签署合同时发生的具体情况，但是如果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愿意承担相应损失。他说，如果确实我们包括我单位的员工或者是我的父子签署的这个合同，我全部赔偿这个款项没有问题，包括一些利息损失他都愿意赔偿。正当大家以为问题可以很快解决的时候，第二天该供暖公司的负责人却表示，
他们不能对业主进行赔偿。不是我们签订的这个协议，而且呢，这个工长也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个长，发现是呢假的，那我们就不能承担。对供暖公司反馈过来的这一情况，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通过仔细比对发现，供暖合同上的公章确实与实际公章不一致。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法院很快就组织了原被告进行第二次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供暖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自己不久前曾将公司资质借给朋友张某军使用，因此他怀疑是张某军伪造公章和业主签订的合同。通过我们一查，这个确实我们有一个这个公司的章被朋友借用了，我们也有了这个业务，也有点呢这个挂号我们的一个资质，这个相应的有朋友相互帮个忙。对此业主们回忆，当初和他们签合同的人并不是张某军，而是周某。我们只知道周是负责人，其实供暖公司跟周两个概念，他是挂靠的。突然冒出一个不认识的人，供暖公司的负责人也感到十分奇怪，于是再次联系自己的朋友张某军。直到这时，事件背后的隐情才暴露出来。一追究起来，这个账，这个朋友的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又借走撕开了我们公司的这个印章。由于合同并不是自己签订的，该负责人和其朋友张某军都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当时这个供暖公司认为并不是他们的错，然后他中间的这个朋友也认为，我只是说把这个公章拿过来，然后我借用给别人使用，我其实并没有说有多大的利益在里面。可是在业主们看来，虽然合同上的公章是假的，但正是供暖公司当初把资质外借，才导们相信了周某，最后签订了供暖合同，并且遭受了损失，所以供暖公司和张某军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供暖公司的负责人认为，自己只是把资质借给了朋友使用，并没有从当中牟利，要承担责任他感觉到不可理解。而业主这方面呢，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有的业主认为所有退的钱一分都不能少，有的业主认为能退一部分就满足了，还有的业主认为数额不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面对各方意见不一的这种情况，法院又将如何找到筹集赔偿款的突破口呢？通过走访，办案法官了解到，周某当初在该小区办理供暖业务前，曾经向小区所在的金龙湖社区缴纳过一笔押金。当时这个实际的供暖人在我们开发区这边是有一个保证金50000块钱。那么这笔钱能否先用来赔偿给业主呢？很快，法院得到了金龙湖社区的肯定答复，第一笔赔偿款终于有了着落。随后，法院又开始给中间人张某军做思想工作。此时，张某军也提出愿意赔偿50000元给业主。张某军主动自己提出来，我给50000。后来我考虑到双方的责任问题，为了大家都能够尽快的让业主短期之内拿到供暖费，在我的提议下，双方一人先拿出50000。通过法院做调解工作，我们呢也愿意给这些业主相应的拿一些资金来对他们呢做一些补偿，这个垫付一下子。然后我们呢再追究起来，这个就谁给我们公司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供暖公司及张某军分别出资50000元，金龙湖社区退还周某缴纳的50000元押金，共计150000元，用来支付部分业主的供暖赔偿。对于法院短时间内能帮助追回150000元赔偿款这样一个调解结果，业主们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所有业主都挺满意的。其实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多少钱，但是我们最后就是不管多少追回来了，就说我们胜利了。由于大家对调解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因为诉讼费迟迟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于是办案法官马上组织业主收集资料，着手准备立案工作。相当于我们协调到这150000元之后，相当于这个钱被告可以出，而且是如果以调解结案的话是可以减慢收取，就是一个案子是25元。
在立案过程中，法院发现有部分业主因为没有找到缴费证据，暂时无法满足条件立案。证据不足的案件在法院没办法形成判决，甚至没办法形成调解文书，大约是480多件案件，前后20天的时间。经过审核，370户现在已经审核过关立案。经过办案法官们的合议，最终法院决定对成功起诉的370户业主，按照65%的比例返还赔偿款。2018年3月底，又有125户业主成功维权，总共大约500户业主拿到了补偿款。2017年12月6号，当法官再次来到小区回访业主供暖情况时，大家纷纷表示，今年的暖气采取直供，不仅供应正常，温度也达标。现在情况挺好的，我们家现在是挺暖和的。反正直供的话，肯定不会说像去年那样子。如今供暖服务已经逐渐由福利型向商品型转变，存在供暖现状比较复杂、供暖需求日益多元及供暖服务市场化不足等新特点。为此，法院对供暖纠纷案件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裁判规则。虽然导致这起供暖纠纷案件的直接负责人周某还没有归案，但是老百姓的诉求都在这个法院的调解下基本上得到了一个解决。我们也希望今后啊，不管是供暖公司还是采暖的业主，都应该积极地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原本是送温暖的暖心事儿，不要让它再变成对簿公堂的寒心事儿。